你接下来要加后边这个小丑啊，小丑啊，小丑吗？小丑，小丑，哎呀，说沙灰啦，沙灰就是那，我关于大家拢老一辈拢知道，我不懂，沙灰就是什么角色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种快乐的啦。那种鱼就是，然后我觉得我比较少了哎，搞笑路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阿拜拜之后修短，你做对，你修短修短把镜头给刷了。还是对对，休息休息。对，等到末时间。哦，来来，要将这位沙灰出来，今天是带给我们开心的，没错。所以他第一首歌曲要带来这首歌，这条话你播好不好？好啊。你们这过来对应播做这。我拍摄个报啊！真的吗？哎，老师，你袂记甲小姐讲哦。啊，来来，你报一下，什么光啊？心开开，看是看几堆。你是哪讲话啊？好，你报了无感官。我们一起邀请这位叫做伟霆美女。好，水啦！来，搁兼甲开门哦。来，涂咱涂咱时装露露。搁兼开门哦。来，心开开，伟霆的歌曲。Thank you。较好，好，伊照惯例嘛，太赶快
除了保持这种水平之外，哈，爱国较好，对对对，比一天爱比一天较好，系啊，你家属才欢喜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对啊，对对对，啊，唱歌嘛是同款，你看每一个小姐来，大家拢唱，头一过来，甲人结无熟识，伊就面结一个腮，不，结一个面相，结一个迄落腮皮啊面相哈，对吧？啊，即摆无啊，看到人结较熟识，你个人骨较侪，即摆第二届唔免问路啊，对吧？免问路，好，无为家己来拢问甲你了，啊，我是去用导航，为家己来本来只好三四十分就到位啊，你拢问路甲问路两点钟啦，对啊，对啊，所以即摆用导航就来到位啊，啊，慢慢找位啊，免找直接驶到位吼，系啊，所以。常来就是有好处，像我咧直接出来，我较晒嘛为难哭来，阿妈晒白哭嘞，嘿，真正有时伊讲要出去做大片，嘛稍微遮来，习惯性我都逐工都开安尼，你干啦？哎，人一种习惯性个，你袂使讲哎，人一种习惯性，哎，真正熟悉。要去到人位遮坐者？唔是啊，他就是晒晒出来，走位遮来哩。啊，才想讲啊，我要做大片吼，啊，才走去经过。啊，你敢有顺路？啊，无顺路啊，啊是晒袂记啊，啊所以加载佫会付佫我记啦哩吼。我做早出门，我提早两三点钟就出门。你爱坐一个，爱坐一年吼，啊，人家不坐一年。无人家无看来，你会讲人哩在佮在南区。对对对对对。啊，你又来啊？对啊，嗯，啊，我要坐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对对对，南区啊，本基地，你看到吼，来，啊，即摆即个同款哦，即大家有朋友咧食平安餐，啊，有几道呢？有两道，三无三不行嘞。好，啊，即摆小姐，我落去大家坐一下，嗯 ，OK 吗 ？OK 啊。好好来，会晓啉无？啊，袂晓。袂晓吼，我见袂晓，这正常个代志。嗯。伊去家己开车嘛，我有啉吼。啉甜甜个就使，甜甜个红酒，红酒有一个酒嘞，还不行啦吼，甜甜个饮料，好不好？红茶就可以。对对对，来来，安排这首歌叫做什么歌名？天使们是万位小爱人。好，万位小爱人，大家很熟悉的歌曲哈。啊，每一个小姐唱拢无同款的口味，咱来听听看这首歌来。啊，今晚伊要跟大家敬酒，所以我来台底唱一下。老师傅，你敢敢记一下？我是无同，我都要小。要管的话，哎。我的心里有你，我的心里有你，我的心里有你。
有几点数哈，啊，佮有这个啊欢喜的感觉，佮有面子，对不对？对哦。啊，而且我讲谢谢姐来。好，大家那个好，我是美婷，祝你新年健康。你用谢谢表表情，咱做咱做做木讷，咱做职业病，再做淡的。我哪有这种木讷？谢谢，感谢恁，感谢恁，甲我拍拍声，祝恁大家拢身体健康。无啦，无啦，无你较笑咧啦。笑啊！好笑哈，你爱大笑。我看到你无可能无笑。对，我做好笑。干嘛我做好笑？对啊。是我。平常是笑的对，我嘛希望我平常是笑啊，你讲话我就笑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都没有话讲，你还在那边讲那么好笑，你讲话就很好笑啊，你很烦哎，来门口姐啊，感谢爸婆啊，向他们掌声鼓励，祝你们万事皆如意啊，谢谢。来阿舅哦，朋友大家要来参加吼，啊，该祝贺一个，该咱庆祝祝贺一个来。啊，大家那个好，我是魏婷。祝你身体健康，万事利，赚大钱啊！谢谢。哎，阿你爸婆啊，甲今日甲车主做拢同款，同款伊讲。嘿，老好哩，你看会晓？哦，拢同款哈。你卖，我讲卖拍一支红棍，卖拍收尾这边来吼。真正你看会晓？人讲老一辈讲拍一支红棍红膏，就是像这种。以前我甲你朋友讲，伊就常常要对我讲，啊，你我我准啊，过来拍倒转去啊。我嘛朋友讲。我都没有。你很烦嘞，祝大家身体永远食健康，哎对啊。嘿啦，平安快乐，这个是上重要的啊。啊，好话讲到侪，主要重点这两句拢爱讲做伙，真诶，嘿，啊，人家才会爽快高兴吼。哎呀，大家欢喜来做伙啊，听歌听歌吼，啊，今天再来看特别节目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啊，即摆吼，小姐咱要准备来换衫咯。啊，今什么秀青春的？哎，我来挂挂即摆两领吼，来，咱计脱两领以后，咱过来欣赏查某囡仔身材、甲皮肤、甲体格，好不好？来欣赏这首歌曲，热烈的舞会做伙来欣赏，谢谢。Yeah.
帅哥，感谢伊甲主持人非常爱个捧场，赞助红包一大包，烧酒一大罐，谢谢啦！啊，好大啦，干杯啦吼！我啊，无啦，无法度啦，恁都无照做啊，你要爱恁。恁都后壁跑到主持啊啦！无啦，恁都真正有青春的肉体啊！真正唔是甲青春肉体啦，规拢变作恁看，我唔爱看。真正我不袂饮酒咧，一嘴都蹦蹦叫啊！谢谢陈正贤帅哥吼，咱的英俊的这少年党的吼，敬一个场影，敬大家啦，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、快乐吼，我感谢啦。哎，谁讲的？莫讲啦，剩个哦交代后边小姐啦吼。嗯。啊，走，你五号，你讲对，你有红包哦。你有红包哦。啊，无讲。来来，谢谢阮正贤帅哥吼，摕到你红包，祝你会当吼快乐、身体健康、公司愈开愈大吉、宏图大展、大赚钱，年纪轻轻就开一个变路的，哦，非常赞哦。你莫羡慕啦。哎呀。哎呀，你对。找个有伴的老钱，有钱的老伴，有伴的老钱。好，谢谢谢谢哈。来阿姐，你包提红包讲，谢谢姐。是好，小李昂，祝你荣华富贵一世人呀。谢谢。快乐快乐哈，多谢各位的欣赏，好嘛，谢谢我们下注哈。嗯。陈正贤帅哥的颁奖，谢谢你了。OK， 来，那么已经酒我个不懂了，那出来吼，那我实在吼，这个各行各业，不是啦，我专来对我个拎不懂了，吃喝嫖赌哈。啊，其他。都可以是不是？不要喝没办法，啊，其他都可以，拢会使。哇，那蛮厉害啊！嘛，唔讲足精啊，小可拢会办安尼啦，系啦。啊，是我有我有讲专门，我四专咧，会使啊。卖恁啦！卖给，无恁在咧笑，你笑什么笑？真正，我酒后会乱高兴的。啊，恁酒就会乱，迄种很差。喝酒很高兴。我袂使恁嘛，我喝了应该真高兴。谢谢谢谢，感谢你安尼对我这，看我这有气，甲冲到这大罐。好，谢谢哦。来啊，这么继续，哎，咱来邀请阿伯来休假了。你今晚也是阿伯？一条，搁一条呀。阿伯是，我就啉酒。我想讲，那这所以讲，我袂使啉就是，啉了我拢狂去啊。对呢，真的呢，寂寞的女孩。就像刚刚学姐的女孩。哎，对，我把这款搁提落啦，我担一下啦，无菜啦。好，来，寂寞的女孩，谢谢。你无道理吗？我是在讲，最大你无道理，要自由。寂寞的女孩，想念未来，想到最深。
开始，阿拜刚刚老师送修音乐出来，现在什么地方？那个我一直总里面，人给他们准备要包，要包包啊，妈妈要包包啊嘞，吼！来，感谢大家。